现在已经开始直播了，虽然没有观众。铁定没有观众。要不我把它放那儿放一晚上吧，看明天早上几个观众。明天早上你发现有很多观众，因为大家都发现他已经越狱了。不可能，塑料瓶子它咬不破。这是今天晚上我在去厕所的时候，突然之间感觉有一种蜘蛛网附在脸上的感觉，我就机警的把门关上，突然发现门后面有一只这么大的蜘蛛。我经过了非常复杂的思想斗争以及从头到脚趾头的全副武装，拿起了这个盛饼干的盒子，捕获了这只非常大的白尾蜘蛛。我现在非常忐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快12点了，完全没有睡意。这是我在土澳第一次遇到这么大个的蜘蛛，好吓人。有没有哪位网友有比较好的建议和方法来驱赶蜘蛛，使家里面就是比如说某种熏香啊或者什么味道啊可以用来驱赶蜘蛛的，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谢谢。这个瓶子里面的空气是有限的，我不知道这个蜘蛛在里面能活多久。哎，要说点什么吗？要不就终止直播了。终止吧。好吧。2分50秒。